前，主角，那边，痛，踝关节，那个，外侧那边痛，痛的时候我正在看一个视频呢，讲看视频啊，讲那个转基因的西红柿，切了一块下来，然后呢，转基因的一个麦穗，各自放在那个盐水里边，然后看到那个，在游动啊，西红柿切下来一片在游动，然后那个麦穗在游动，我就在看视频的时候呢，主角，主角，那个踝关节的外侧就痛啊。这个在晃啊，在晃，它是降的盐水啊，盐水，那个植物的表面呢，在吸水进去啊，吸了以后啊，吸进去以后，盐的成分跑到那个。麦子的那种细胞里面以后，水分一增多，因为盐分一进去以后，里面张量大了，张量大了以后就水也跟着进去了啊，水进去的时候那边就哇变大了，变大了以后像一个气球一样变大了，一大那么身体就往这边一摇，然后这边那个，吸进去了，吸进去了以后，盐水吸进去了以后，哇，然后这边浮起来了啊，然后呢，这边有个细胞里被盐水进去了以后呢，水分进去以后呢，它的张力变高了，哇，又一批水进去，哇，这边抬起来了，然后这边呢，有一个，吸进去以后呢。把这边抬起来了啊，所以呢，就这个感觉是在游动啊，实际上这个从那个是不是转基因没关系啊，从转基因没关系，那为什么一片，在转，另外一片没转呢？你看他在住的时候，西红柿，他切了两片啊，切了两片，从那个碰巧。你比如说这个西红柿水分，里面水分很多了，那你吸的时候就吸不了多少，吸饱了已经啊。如果那个水分不是太多的情况之下，它水就吸进去了啊，还能吸进去。如果你饱和了，就没法吸了。然后麦穗啊，麦穗，据我不知道你们看到点啊，据我看到了好像没有对照。我来再看一下啊，没有对照组啊，没有对照组啊，所以啊，这个是不正确的啊，这个描述方法不正确的，虽然我们也痛恨那些搞转基因的。但这个实验并不能说明什么啊，而且这个发帖的那个人呢，喜欢讲阴谋论，喜欢讲阴谋论啊，讲阴谋论是个有关音乐的，实际上有的时候讲得很荒唐的啊，而且你看他那个事迹里边讲的这边到那边，到这个到一点那个到一点，里边没有那个可比性啊，就没有标准统，不是标准统计事迹啊，他说，放了两个啊。也就是说盐水啊吸进去了，一个吸进去了一个鼓起来，然后就勾起来一下子，然后再吸进去一个勾起来一下子啊，刚才我看的根据我临床当中看的啊，从转基因不转基因没关系啊，然后另外一碗那个呢，就是那个西红柿里边水分比较吸的比较饱，已经满了吸不进去了啊，所以一个在动，一个就一个在扭，另外一个没在扭啊。
然后那个麦穗啊，他放了一个啊，麦穗是放在那边，过了一个时候在移动了啊，也是吸了水进去是吧？这边一些吸了一个像个小球一样鼓起来的抬了一下，另外一个地方吸了一下，抬了一下，但是你看它没有对照组呢，没有个对照组啊，这个不正确的啊，这是不能说没问题啊，他也没办法判断哪个是转基因，哪个是非转基因的啊。